好，一般人呢都会听过说，哎，你为运动选手啦，为手臂来保险啦，女明星呢为胸部来保险，但是有听过说替办公室的滑鼠跟随身碟来保险吗？这个事情呢就发生在台北县的地震局新店，那么树林地震所两个单位呢竟然替电子设备来保险，只要这个办公室的滑鼠啦随身碟坏掉的话，都可以向保险公司来索赔，但是呢前提是你必须要先支付10000块钱的自付额。